大家好，我是廖俊涛。有，趁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我偷偷来这里录了一个视频。真的，其实大家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对吧？大家要尊重我自己做的决定，因为我在场上说的就是我真的想说的话。真的很感谢大家，真的是，我现在其实最舍不得的，说这个舞台真的还有就是每一个别的兄弟们。真的很感谢你们让我在这个枯燥的节目组里面有了欢乐，真的，因为录节目真的很枯燥，还有真的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，还有就是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就每一位导演，你们千万不要去说导演他们真的很辛苦，他们比我们辛苦要，可能至少辛苦个2倍3倍吧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一天还能睡几个小时，但他们真的是有可能一天睡不了，真的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就为了把这个夏天一个更好的舞台呈现给大家，真的，感谢你们所有人，还有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铁头娃这些，真的，谢谢你们，这是我录的最后一个视频了，在这里，大家一定要理性一点，坚持下去，我也会坚持下去的，对，没错，日常霸拼，最后一次霸拼，我就是没有标签，廖俊涛，对，王经理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下一场你就直接给我淘汰的话，真的是我不想说什么了，王经理。一定要美下去，知道吧？你一定要对得起"盛世美颜"这4个字，好吧？么么哒，爱你们哦！